喜到福到好运到，新春佳节送欢笑。亲爱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消毒除菌雕牌护家雕牌独家冠名播出的2021年春晚倒计时特别节目《喜到福到好运到》。到这最后一个下午呀，这个春晚的节目准备的叫一个紧锣密鼓的，最后的时间，我相信到这会儿每一个节目都应该准备的是非常充分了，但同样每一位演员内心也应该都是紧张的。是啊，春晚舞台上的节目是各具特色。哎，林泉，如果对于你个人来说比较偏爱或者说更喜欢哪一类的节目？每年其实春晚节目我都要回看好几遍，但是我最喜欢的是魔术类的和杂技类的节目。怎么您想通过回看看看那魔术究竟是怎么变的吗？其实啊，你看几遍那个魔术类节目的奥秘你也解不了，但那杂技节目你看再多遍咱更是演不了，这个背后都是他们多年的功力的积淀。是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大家一起回顾春晚舞台上的杂技魔术类节目曾经陪我们一起度过的守岁的年。福到好运到，神奇惊喜来到了。欢迎芳芳姐，欢迎王雨，欢迎不怕你老师，欢迎欢迎。我们今天晚上这三位要合作一个神奇的、创新的，给我们带来惊喜的节目。是三位老师来介绍一下。我觉得，哎呦，谢谢龚老师。魔术师是这样的，那个以往大家看到一说魔术，肯定想到的就是近景魔术，对吧？舞台大型幻术，今天都不是。我们要给全国观众朋友带来一场创新的盛宴。我们呢，其实可以简单的称作这是一个魔术剧。今天我们这个就像王宇说的，魔术剧也可以叫魔术小品，是啊，带有生活气息的，有人文关怀的人物情感的，在一个家庭里边给大家展示不同的惊喜。啊，这次呢，我能够有这个荣幸跟年轻的朋友一起呢，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在学习。今年呢是牛年。也祝福我们牛上加牛啊，作品更牛。今天到我们这个春晚之家来呀、啊，都要画一幅牛。哦，真的画呀？画。哇、哦，哎呀，我们这画了各种各样的牛。来，大姐，来，王姐，来，这样啊，来，我还是真笔，下笔，真是不会画画呀、啊。您看我，魔术师，画牛就行啊。对，画牛。牛最主要的特点是有犄角。有了，牛犄角。哎，我这是个奶牛是吧？啊，对，我这是个奶牛。奶牛也不得了啊，这个奶牛。啊，行，这芳芳姐这已经有了牛气冲天。那我就画个我这个奶牛。哎，你看这啊，大眼睛，啊，长几根胡子，这是公牛啊，要斗牛了。
牛气呀、啊！牛气，牛气，牛气！对，你看还在笑啊，牛耳朵啊，谁吃牛耳啊？哎，画牛点睛。我笑话说的不好，所以给你们看一个笑话。干什么？也送上祝福，牛年的祝福，大姐。啊，祝福大家身体比牛还壮。比牛还壮。好，韩林老师。祝大家牛年吉祥，牛气冲天。门王宇，你看我这个，虽然我是这个奶牛啊，但是这个牛角就像六一样，对不对？就是说希望大家呢，生活都是用我们现在的这个流行语，六六六，又顺又棒，好不好？魔力大增。谢谢谢谢谢谢三位带来的祝福，既然来了。垫一个，当然来，怎么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伸出您的左手和右手，然后呢，我们看看平时怎么样锻炼自己的手指，这是我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好不好？来，您看，这个食指相合，然后分开，第一步啊，咱们动一动，一、二、三、四，好不好？来，快一点啊，你也一起做啊，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越来越快。然后我们从左，这样，看，哎，哎，然后收啊，哎，快起来就像波浪了。对，然后慢慢的活动自己的双手，让自己变得有魔感啊，这是第一步。然后呢，您看，活动完食指之后，我们就可以，哎，玩这个纸牌了，好不好？扑克牌，比如说你看，梅花六，六六大顺啊，没了。然后我们来变个魔术，你看这一副牌乱七八糟的。泽清老师随便选一张，可以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看到，我也能看啊，没关系。好嘞，好。然后您在扑克牌的正面签个名，留下我们今天这个直播正面是吧？那你们这个节目叫什么？有名字吗？啊，我们这个叫喜从天降。哎，太好了！我给大伙儿看看啊，来，您把扑克牌放回来，帮我把它放回来。嗨，那放这儿行吗？说可以可以啊，就放这儿就放这儿，因为我给大伙儿再看一眼，是这样的，您看啊，这一副牌啊，就相当于我们人生一样。它有很多的，你可以遇到形形色色的，因为无论是大家在任何的工作岗位，其实啊都要付出自己的努力。我们把刚才那张牌呢，给它夹在中间啊，确保呢最上面这张牌不是，这是黑桃四。但是魔术师呢，就是永远要相信奇迹。我觉得我们的祖国也是一天一天在变化着，在创造的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你看，比如说我们这张牌，我只要相信它，慢慢的可以变成您选的牌。哇！他就可以真的变成我的喜从天降。所以说，只要相信梦想，只要你相信，我觉得生活中我们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那我们就借这个名字，我们一起祝福在2021年辛丑年，我们很多朋友啊都能够心想事成，喜从天降。喜到福到，好运到！我的春晚，我的年。这会儿呢，我们此刻身旁又要请来一组嘉宾大咖，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和各位来见面。来，掌声欢迎他们上场。有请。大家先打个招呼吧。大家新年好，恭喜发财，恭喜发财。Hello， 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好，牛年开心。大家新年好，牛气冲天。大家好，我是高宇光，祝大家牛年好事多如牛毛。哇，好事多如牛毛，这个是也是牛年才会有的特别的一种祝福啊。可能一上来以后，大家会觉得有点好奇，五位的这个组合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形式？到这会儿可以给我们稍微来揭晓一下了。对，我们大家是一个充满希望、非常感人的一首很感动的歌曲。几位跟春晚的情节大概都是什么样的？啊，我是第三次来到春晚的舞台的。参加次数最多的是谁？扣扣姐。我不知道，我这是我第四次。第四次。那韶涵呢？第三次。第三次。第三次。冬雨。第四次。我是头一次。哦，对啊。那咱从新人开始好吗？我新人。那。
第一次感觉怎么样？跟你以前在电视前看节目那种感觉想象会不会不一样？终于今天能够有幸站到这个舞台上，特别的圆梦了。那可能是不是激动大过于紧张？是的，是吧？是的，哎，我这个定位比较准吧？特别准确。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四位，相对来说三次啊、四次哈、啊，都是春晚舞台的常客了哈。那会不会觉得这一次，春晚的各个方面跟以前相比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呢？我觉得，就是因为以往都是在工作中度过嘛，对，然后今年也不例外。但是每一次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总是会遇到很多朋友，所以我觉得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就新朋老友欢聚一堂哈。对，所以我是又一次见到冬雨了，你还是那么瘦哈。每次别人见到我就是，哎，你怎么又瘦了？哎，其实每年应该到过年的时候，是我们可以相对长肉的时候啊。过年一般来说，什么样的美食给你准备一点，你会多喜欢一点？我一般都劝别人多吃点，这样的话就显得自己就是再长多少都还好。一龙怎么样？第三次登上春晚了，就没那么紧张了，然后就比较稍微从容一些，还是非常激动。这会儿让他们来到我们的演播厅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直播是有点奢侈的，因为他们要准备他们春晚的这个节目，肯定还是有一些紧张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会换一个别的方式让他们稍微放松一下。哎呀，话里有话是吧？对，换一个别的方式哈。因为我们每一位嘉宾呢都要送祝福哈，但送祝福这个方式我觉得有一点点平淡，对于五位我们这个春晚的朋友来讲，简单了，有点简单了，所以我们把难度稍微升一点级。在你说出自己的这一句祝福语之前，请先用自己的肢体动作来把它演出来，并且这个祝福语哈，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带数字。简单来说，就是用肢体动作来表达一句祝福的词语和数字有关。那对演员来说，那太简单了。太简单了。万事开头难，我建议从Coco姐开始。先从我开始吗？先开始吧。我要先比一下。先比划一下。就跟大家那个头反个样。对。好。就是你想送什么祝福，先别说。四个字。演出来。四个字。四个字。好，第一个。一哦，第三个字，一帆风顺，对，哇，这反应也太快了吧！不是有风吗？就照这个意思来啊，就照这个意思来。反应这么快，我觉得他的表现力也一定不会弱。来，到时候换我了吗？到你了。OK， 这个字二，对 ，OK， 然后第二个字是这个龙。对，什么二龙戏珠？对，第一帆风顺，二龙戏珠以后，第三位朋友啊，改三期待，好期待。对，第三位朋友啊，是我第一个字是三，第二个字是羊，三羊开泰，三羊开泰。真是三羊太太啊！如果这样往下进行的话，按照我的智商，我觉得一龙他应该是按四了，是吧？那看看一龙是不是来，到你了，到你了。四，第一个是四。哦。扎马步。扎马步。四张。方形。四平八稳啊，对稳哦，也可以哎，四平八稳，对，四平八稳，对，可以，四平八稳不出错嘛，对吧？对，工作不出错，四平八稳就很好啊，对对，啊，这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祝福的一个词语啊。最后魏光，我来演一个吧，演一个，腾腾腾，这还有带音效，这第一个字吗？可是整句都演出来了，一步登天了，哦。怪我们了，其实他的这个还是比较形象的嘛，他腾腾腾，他还一步登天。那假如你演一个五福临门，五福临门，那我们五个人就好了。咚咚咚，五福临门。五位人气嘉宾哈，刚刚各自送上了自己的祝福，接下来每个人还有一项规定动作。好，此刻呢，我们。五个画板，五支画笔要交到各位的手中，现场来创作了啊！每人一支画笔，来画出你心目当中的牛，新年牛气冲天。就是用画笔画出你心中的贺岁牛哈。
对，贺岁牛。好，都已经完成了吗？噔噔噔噔，五福临门，敲完门以后来展示。再次感谢我们的五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才艺展示。是，这个即将就参加晚上的直播了哈。是。在这里呢，预祝你们这演出成功顺利。再一次给各位拜年啦，祝你们牛年牛气冲天，万事如意。再一次谢谢大家，祝今晚的直播成功顺利。演出成功，谢谢各位，谢谢。喜到福到好运到，我的春晚我的年，祝全球华人牛气冲天，牛运亨通，牛年大吉，扭转乾坤，万事如意，八面春风，鸿运当头，万象更新，四季平安。大家好，我是李云迪，何穗，张子怡，奚梦瑶，李易峰，王源，杨幂，迪丽热巴，张娜娜，吴启仁，张舒颖，周深，张也，刘峰，范吉祥，张傲月，韩媛媛，贾冰，胡杏儿，高贝尔，倪妮，杨迪，曾舜晞，唐艺昕，玉春，王一博，关晓彤，佟丽娅，陈伟霆，陈立农，刘浩存，李玟，张韶涵，周冬雨，朱一龙，高伟光，月亮姐姐。祝全球华人新春快乐。美好歌声送春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春晚倒计时特别节目《喜到福到好运到》。本节目是由消毒除菌雕牌护家雕牌独家冠名播出。此时此刻，我们的贺岁大家庭又迎来了两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著名艺术家，而且他们正在挥毫泼墨呢。我们欢迎杨红金老师和曾佑正曼老师，两位欢迎，欢迎两位老师。哎呀，杨老师，你看，已经吉祥话快写成了啊！我们来看看。平安吉祥，咱们给观众朋友展现一 下杨老师的这一份，拿一个字，心意和祝福哈。啊，平安吉祥，平安吉祥，送给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杨老师。哎呀，太好了，我们也得准备准备，我们一点点小心意送给两位老师。谢谢，好，稍后带着啊，稍后带着，稍后带着，稍后带着，谢谢。牛奶牛奶啊，请坐。好，请坐。咱们首先也给两位老师拜个年哈，年两位过年好，过年拜早年了，过年好，杨老师和曾佑正曼老师也分别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问候一声好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牛年吉祥，祝大家万事如意。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大家好，祝大家牛年大吉，身体健康，吉祥如意，扎心的嘞。谢谢两位老师。哎呀，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可能是跟我一样的感触啊。这个在您面前说呀，我说是看您春晚节目长大的，一点都不夸张了。但是就特别，可能我和各位观众一样很好奇，怎么这么多年过去以后，杨老师依然如此年轻的状态？对，声音非常扎实，有底气。而且杨老师，请允许我透露一个小秘密哈，大家有所不知，就在几天前，我们杨红金老师刚刚度过自己80岁大寿的生日。哇，哎呀，不好意思，我们应该补唱个生日歌呢。是，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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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谢谢，我这以后出去我也能说我跟杨老师一起合唱过歌呀。对。杨老师都有多少次登上春晚的舞台了？其实我参加的并不是特别多，大概十几次还是有的。并不是特别多，也就十几次。几次你看我啊，我今年我30出头，我从20的时候，我们同学们一块去 KTV 里面唱歌的时候，都老点您的歌，《滚滚长江东逝水》。这个对，我们也唱不好吧，但总是想学那种感觉。不是你来一句，我看看有没有点那意思。哎呦，我这就班门弄斧了。滚滚长江东逝水，还不行了，不错，没底气，没底气。哎呀，向前辈艺术家致敬了，真是。滚滚长江东逝水，
您说八十，我怎么能信呢？真是。对，什么叫就是歌坛常青树哈，真的是永葆艺术青春。是，我觉得宗英卓玛老师也是这样啊。对，这个大家看卓玛老师觉得很熟悉、很亲切吧？因为以前我们是这么介绍的，这是歌唱家宗英卓玛，这位是他的儿子。啊。而现在呢，往往我们年轻人会说：“哎呀，这是我们的歌坛小生。”扎西顿珠，这位是他的妈妈。对，这个扎西顿珠和宗英卓玛老师是一对母子啊。对，是的。这个这一次是您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了。是的，是的。那个扎西有没有给您一些什么鼓励啊？鼓励。那天一接到这个通知，他说：“妈妈，你必须得去。这几天，哎呦，妈妈，你要穿什么样的衣服？你要怎么一直在后半部。”没有，两位在家里面商量。妈，今年是你去还是我去啊？两位不妨跟我们说一说，你看咱们都是应该说家里面都为春晚做了很多贡献，像咱们这样的家庭里面在参加春晚或者是过年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氛围？在跟那个我们藏族人可能跟这个春节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嗯，我们是要围着篝火通宵通宵的跳舞，在老家啊。嗯。那么我们住在昆明吧，那时候也是家里边有这个小型的联欢晚会。嗯。那么那几年我记得是扎西小时候，我经常上春晚，我们这个联欢会就摆在了大年初一，从爸爸妈妈、舅舅等等每个人都。出节目特别热闹。刚才杨老师这个浑厚的嗓音，我们卓玛老师那么柔美的嗓音，不如我们在倒计时的现场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提前邀请一下。对，咱们把气氛造起来好不好？可以啊，可以啊。祝九哥是吧？祝九哥好。祝九哥好。有请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音乐吧，给我们放放音乐。来来来，有请我们音响老师祝九哥。美酒飘香，歌声美。朋友我敬你干一杯，敬你干一杯。春节的事业有盼望，杯中洒满幸福泪。来来来来。香醇泪，把一身柔气尽杯，祝新的酒我们如美，千杯万盏也不醉。时代幸福新边疆，西藏是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贫困地区，
在这条艰苦的脱贫道路上，无数的奋斗者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深入藏区，历史性的消灭绝对贫困，使西藏地区成为少数民族地区脱贫的范例。牛年春节就要到了，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焕然一新的幸福西藏，感受那儿浓浓的新春年味儿。好的，主持人，观众朋友们，过年好！这里是西藏拉萨市曲水县的三友村。三友村顾名思义是说有房子、有产业、有健康。这里也是拉萨市的第一个精准扶贫异地搬迁安置点。5年前，在一片乱石滩上，三友村拔地而起，成为了180户、700多名建档立卡群众的新家园。2018年，三友村的群众全部脱贫摘帽。同时啊，今年的农历春节和藏历新年又恰逢同一天，所以村里的年味儿也是格外的浓。现如今在三友村，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风格浓郁的藏式小别墅，村里的幼儿园、卫生室、养老驿站等等公共服务设施也是一应俱全。藏鸡养殖合作社、奶牛养殖合作社、玫瑰种植合作社和扶贫车间等等产业项目也是欣欣向荣。有劳动力的群众啊，在自家门口就可以实现就业。2020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9840元，比搬迁之前足足翻了2番。那么今天我们去看一看啊，村民们这春节和藏历新年的双节团圆饭准备的怎么样了。刚刚进来以后啊，我觉得这个房子装修的真漂亮。对对，这个房子的话是政府给我们盖的，然后去年我们自己攒了一笔钱，然后重新装修了一下。今天的团圆饭您准备了什么？今天的年夜饭的话，我们准备了一个藏式火锅，然后您看我们这一桌菜有藏鸡蛋，然后土豆，风干牦牛肉，我们自己的那个蔬菜水果，蔬菜水果都有。哦，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桌上的这些蔬菜水果都是自己种的。对对对，我问一下啊，今天我们这个既是春节又是藏历新年嘛，那有哪些菜肴是我们藏历新年的团圆饭必须要吃的？比如说是干肉，也是刚刚晒干的，然后呢，它是过年家家户户都是炸出的美食，这是刚炸的牛肠，还有这个羊排，这些都是我们藏历年团圆饭必须要吃的。必须要吃的。好的，这样我们一起举杯好不好？一起举杯，我们祝愿啊，来年我们的这个生活像我们的火锅一样红红火火，也像这红葡萄酒一样啊甜甜蜜蜜。当然，我们要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我们可爱的家乡越来越美。最后，我们还要祝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扎西勒！好运到，欢迎大家来到2021年春晚倒计时的直播现场。本节目由金乐宝优萃新一代配方有机奶粉特约播映。谢谢大维立坤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岁月金曲啊，太感动了。说到最浪漫的事儿，今儿大年三十最浪漫的事儿就是看见最浪漫的你们。谢谢。哎呀，今天咱这家人阵容太庞大了哈！这样，我给大维一个任务，你来介绍介绍家人，好不好？李老师、李文琪老师、文琪老师、王伟军老师、王老师、尚大庆老师、孙倩老师、李坤、王立坤、王胜迪、王艳辉，哎，怎么都姓王？李闯是我们的编剧，然后还有娄艺潇。哎呀，这都是咱的家人的啊！林掌勺。这么多家人，今天咱年夜饭必须丰盛点，菜量必须得大，没错，不够不够吃，还要多一点啊！咱们还有口号叫什么来着？舌尖上的年夜饭，新厨烦泥做大餐。哎，你看都准备好了，等等吊吊大家的胃口，一会儿再吃再品尝好不好？行，我就爱吃这个啊！哎，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别抢别抢，是生的。对，这一会儿给文琪老师的。好，不是我吃了我就说不出话来了。对，这个有点大，没事儿，没过年了嘛，多吃一点，对，多吃点。咱先聊聊咱们春晚上的作品，这么多家人，
这咱们这个小品当中角色关系是怎样的呀？啊，文清老师，我们是一个楼里的邻居。哦，邻居，邻居。但是感情非常好。好，万众一心，团结互助。好，那就点到为止。但是我可听说了哈，在舞台上表演小品的人数可不止你们几位哦，听说是创了纪录的。这个人数可以说出来吧？我们这个小品啊，应该说是春晚史上人数最多的一个小品。大概100多号人吧。100多号人，那你这才来了这个10来个人呢，那其余90多个呢？其余90个这装不下了，他们都想来，他们确实都想来。一说吃，因为我们一直在吃盒饭呢，今天终于啊，上桌吃了。你看看，哎呀，好了，就不馋你们了。接下来您掌勺就交给你了。那我们就这么多家人，就等着你这道年夜饭呢，来吧，好不好？大概给帮帮忙，好，帮忙做头牛吧，老师。好，这有模子，这模子把它塞进去，然后放在那个一直研究这个是什么东西，就是盐雕做个牛的造型出来。对，这是盐吗？对，我还以为是跳跳糖。对，就把它压进去。然后林大中，您说这颜色是什么做的来着？那个蔬菜汁，火龙果的汁。火龙果的汁儿，对。所以说咱们是纯绿色污染的，没错，加了一点生粉在里面。那个大伟老师，大伟你烧水，帮忙烧一下这个陈皮，好不好？好的。你看，这牛排就是给文琪老师准备的，在文琪老师面前切。哎呀，太好了，我把手套戴好了，准备吃。这么大块啊！哇，没错，就这么大一块，好不好？好，吃一点。这个反正今天吃好不保证，可以吃饱。这样的块儿我来切。对，好，您来切。我来。这个叫盐加火龙果。对，这是软糖啊。然后呢，鸭子要放到那个微波炉里面打一分钟。看见没有？哎呀，这个我说诸位，这个炉子也放出钱来了啊！哎呀，厉害厉害！这刀工，天哪！看看，哎呀呀呀！甜品。是的，是的。哦。啊，拿牛奶浇啊。这菜做到这儿。生粉。甜品。对，生粉。这个林掌勺，这是牛的哪个部位？哦，这个牛的那个膝冷。膝冷？膝冷啊！膝冷。对，我们叫小排也是可以的哈，不一定非得用这块。冬冷在哪里？冬冷在东边。好冷啊！好冷。我们这好啊，马上。马上啊，红红火火的。大维做的什么好吃的？你这方便面不是你这个陈皮怎么样啊？我这方便面差不多能吃了。不错不错，油汪汪的这个方便面。几个配料哈，首先有牛肉，对不对？然后大维这个陈皮，还有这个做的这个造牛的造型，盐哈。你看，还有小教授这个刀工，还有这个，哎呦呦呦，还有钱币，这代表财呀，财运，对呀，财运滚滚，恭喜发财。这道菜呢是有那种用那种淮扬菜跟粤菜的一个结合，啊，用了这种淮扬菜的这个上海一些酱油，哦，然后呢加上广东菜一些陈皮啊，还有胡椒这些去炒出来，究竟会做成一道什么样的菜呢？那就得看林掌勺发挥你的优势了，对不对？嗯，好，等一下，我们把这个油给它烧开，烧开要把这个肉呢放进去炸，一会儿啥焦了啊？不，好，我得两块，嗨，哇，好嘞，哇，也做完成了。你打算一会儿不跟人家吃吗？放盐，这是糖，还要什么？来个锅铲，哎，这个陈皮，这糖整出来，这个焦糖意思，焦糖香啊，对，没事，来点酱油啊，酱油。一直在学，这是烧汁。烧汁，再来点油。提醒我们大家了，今天我们这个新厨房啊，也是一个现场教学的大课堂。观众朋友们，今天想学来点胡椒，林掌勺，胡椒，哎，现做大家现学，哎，这道菜特别有寓意。这个名字大家就知道，白胡椒，这是对白胡椒，主要这些材料都有，就没有这肉怎么办？可以用别的肉代替。哇，好香呀，太好玩了！哇，
烧丝呢，实际上就是糖色，加上老抽、生抽提前调好的。哦，它是事先准备好。对，没错，这道菜我们叫怪味嘛。好，我也挺实在嘛。对，这道一定要吃啊，这道菜可以了。哎呀，也鼓掌了。这道菜呢，我们叫什么呢？叫扭转什么？乾坤。对了，哎，是是，扭转配上什么呢？钱，对，钱在哪里？钱在那里。啊，上还有。来，老师们可以来放呗。来，就把它放在这个边上。谁撒钱？今年发大财。金万两撒在这边上。来，小牛。小牛。小朋友放小牛。那小妞，你想怎么放就怎么放。大伟，你的那个点出自己来喽。好嘞。哎呦，还真是这个。大为这步很关键呀、啊！放上这个陈皮呢，寓意什么呢？这个扭转乾坤是诚意满满。好，这个年夜饭送给大家，祝大家在牛年扭转乾坤。里边是生的呀，就是生的，今天就吃生的这个肉，好好吃啊！大口点下去，就是了，都吃了吗？明白明白，都吃好了是吧？吃好吃好，剩下都是我的。来来来来，咱们一家人在舞台上合个影怎么样？好，牛气冲天。春晚开始还有不到六小时，大家一起就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节目的结构和节奏都做了一个相应的调整，包括有一些调度，我们都做了一些调整。今天呢，主要咱们现在就是先对一下词，把状态从原来的那个比较吊的那个状态提起来。我不要礼物，我就要个儿媳妇。我要飞得更高。阿姨。过年好，有这么多好吃的我也想吃。啊，我们希望在今年的这个契机，将魔术就是把它衍生成了一个新的样态，叫魔术剧。哎，没有这下了，这个。哎，我这个词是改了，没有那个真的高兴过年的那个状态。对，就开心。我看到我们的那个魔术的稿件竟然出了38稿，你想，就是我们在不断打磨这个剧本的同时，也其实在不断打磨魔术。您刚说的是牛年羊羊羊，整人头发，牛年是块房子。它有一些小品的元素在里面，也有一些剧的元素在里面。当然，魔术是作为主体的。30秒放一番魔术的效果，所以让大家应接不暇吧。绝对是非常有意外感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道具吗？对，魔术喜从天降，倒计时5、4、3、2、1。好运到，我的春晚，我的年，欢迎大家回到2021年春晚倒计时的直播现场。刚才大家注意到了吗？魔术变成了魔术剧，哎，38版稿件啊，改来改去，真的是让人充满了更多的期待了。是啊，哎呀，晚上咱就一起见证奇迹的时刻。哎，接下来是什么时刻？抽奖时刻。对，来，我们抓紧时间，好不好？来吧，心愿池滚动起来，滚动起来，3、2、1，停。哎呀，懒虫。新年心愿，愿新的一年牛气冲天，万事吉祥。好，赶紧连线懒虫。呀，过年了睡个懒觉也可以嘛，也不为过嘛。喂，你好。你好，懒虫，是个男生女生？你好，你好。啊，女生。女孩子。啊。你为什么叫懒虫呢？叫这个昵称。懒虫是我的那个 QQ 名字，一直沿用在现在。你的性格是有点懒吗？没有，可能就也没有，也没有，可能也可能是个慢性子哈。但是不管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今这个时段您是第一个被抽到的幸运观众哈。你旗开得胜。对，1、2、3、4、5、6、7、8，8张福卡任选吧。来吧，选一号。
那七号吧。七号，万象更新迎百年，看看是什么礼品。空气净化器，送给这个懒虫，不用开窗户了，省一步。好，心愿池继续滚动。来吧，三二一，停。微云，新年心愿，买套大房子，全家三代一起住。好，导播连线微云。微云，你好。你好，你好。喂，你好，过年好，拜年了，过年好，全家三代哈都是有谁呀？爷爷奶奶，啊对，爸爸妈妈，啊还有小朋友是吗？那肯定不用说，今年过年全家人在一起，对不对？没错没错。啊，看看有没有可能获得一份全家都特别喜欢的新年礼物啊！现在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除了七不能选，选一个，一二三四五六八。那我选八号。八号，来吧，牛劲满满，红头年。哇，电视一台。哎，他说买大房子是吧？买完房子之后，这电视一摆，那你看，全家人一起看。好，送给您，希望全家幸福。恭喜恭喜，来吧，再次滚动起来，三二一，停。咖啡的味道。哎，今天心愿，高考顺利，家人平安。这是一个高中生。哎，对，来连线一下咖啡的味道。来吧。喂。你好。您好，您好。你好。过年好，过年好，拜年了啊！这是一位莘莘学子哈。这个是今年要高考吗？对，我是明年要高考。明年要高考，那今年就是高二喽。对对对，高二。那就早早的许下心愿，祝自己高考顺利哈。一切顺利啊！看来是一个学习很刻苦的男生哈。也祝你考上心仪的大学，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一二三四五六，六张福卡，请选择其中一张。你选哪个？我选五号。五号，锦绣神州昌盛年。是什么？哎呀，正好把笔记本电脑给他学习嘛，对不对？是哈。这想什么来什么。那可不是嘛，心想事成。好，送给你，祝你考试顺利。好的，来吧，再次滚动起来，三二一，停。岁月静好，他的新年心愿，父母身体健康，女儿快乐成长。好，导播联系。一家三代哈，有女儿了。对。喂。你好。哎，你好。你好。拜年了，哎，过年好。过年好，这是一位上有老下有小的朋友哈。爸爸女儿多大了？九岁了。九岁了，上小学呢。对，对对对，这个是应该是个好爸爸哈。对对对，今天是三代人在一起过年，对不对？对对对，是的啊。年夜饭准备的怎么样了？年夜饭准备的差不多了。估计是孩他妈在那儿操持呢吧？一家人嘛，齐动手嘛，对不对？好，现在我们开始选福卡了哈，还有一二三四六，一二三四六，请选择其中一张。选一个吧。我选二号吧。二号，国泰民安，吉祥年。看看是什么礼品。吸尘器一台送给你。恭喜恭喜，太棒了。抓紧时间，我们的心愿池继续滚动起来。滚动滚动，三二一，停。云海的梦，他的新年心愿，祝家人幸福安康，新年多一份快乐，少一份烦恼。好，请连线。来吧。云海的梦。喂。喂。哎，你好。你好。这个声音好像怎么还没睡醒的样子呢？啊，都大年三十了。云海的梦正在。还在做梦。你好，这位先生。拜年了，拜年了。过年好，过年好。新年好。哎，现在呢，我们正在为您送上新年的礼物。一三四六，请选择其中一份。选一个吧，礼品不一样哦。四号。四号。风调雨顺，如意年是什么？果汁两盒，送给你，送给你，摆在餐桌上哈，年夜饭上可以喝呀。好，对对，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抽奖喽。来吧，滚动起来，三、二、一，停。香雨儿，哎呀，新年心愿好长啊。我是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不能回家过年，愿我的家人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愿我的女儿明年考上一所重点高中。哇，像她是一位医护人员啊，还在坚守岗位。来连线。
你好。哎，你好，你好，拜早年了，辛苦了。拜年，拜年，也向你致敬啊，也向所有的医护人员致敬。啊，今年不能回家过年喽。嗯，哎，谢谢。你现在是在上班呢，还是已经可以休息了？我现在在休整。哦，休。昨天通知我们开始休息。哦，那太好了。那正常的轮转在休息。嗯，希望新的一年全家牛年大吉，幸福安康。嗯，现在三份礼物，三份礼物136，请选择其中一份。选一个吧。选三吧。三号啊，花好月圆平安年，是什么礼品呢？送给您，哇，奶粉两盒。工作之余哈，也可以沏一杯奶粉，补充一下营养。好的，接下来还有两个哈。对对对对，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啊，继续抽奖，来吧，三二一，停。蔚蓝雨空，希望牛年交好运，家人幸福安康，儿子事业有成，步步高升，牛气冲天。嗯，请连线吧。他是一个向往天空的这么一个人。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好，拜年了，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现在两份礼物一和六，请您选择其中一份。一和六，选哪个？选一号吧。一号，呀，一飞冲天啊，牛气年，看看是什么。平板电脑一部送给您。好，即将揭晓本时段最后一位幸运观众了，看看是谁呢？心愿池滚动起来，三二一。停，蜜雪儿，哎，宝贝儿，像花儿一样开放，像阳光一样灿烂，健康快乐每一天。哇，好，请连线。这是个妈妈还是爸爸呢？我觉得像妈妈。蜜雪儿，你好。喂。喂，你好。你看，果然是妈妈。幸福的妈妈，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是有宝贝了是吧？对。宝贝多大了？六岁了，就快上学了，上小学了，快。好，最后一份礼物了，只剩六，没得选，我们看看是什么，好不好？好，谢谢。六大顺，春满人间，小康年。哇，手机一部，满满的幸运啊，送给您，也再次恭喜您，给您拜年，嗯。哎，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份礼物，这份意外的新人礼物一定会给全家带来更多的欢喜。没错呀，大家团结在一起，还有奖品拿，多好啊！对，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还会继续抽奖的，待会儿再见。